好，我们在这一题答对的，我们都分别会得到一分。我真的忘记了。没有看错的话，有一件事情非常不可思议，那就是咱们林湘好像全答对，啊、是吗？没错。拍手。好可怕，还有助教，他感觉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。好，女孩们，终于到了我们最后一个评测的部分，刚已经介绍了是记忆力，下一道题是人像题。Go！ 蓉蓉吗？完了，我有点脸盲。请坐吧。Judy 怎么拼啊？我看一下 JUDY。来，请交换你们的答案卷。哎，你好厉害哦！你满分嘞！好。女孩们准备咯。Ready, go! 完了。可以去前面看吗？可以，那个溜滑梯下面那个是跳绳吗？跳绳是在。然后老人家过马路。那个可以问男生女生吧，但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吗？那个是一个，很抢一个，然后慢跑两。你有算几个人吗？37个人。那我算你38。好，我们的正确答案是绿灯。好，我们在这一题答对的，我们都分别会得到一分。好，我们第二题，草地上使用电脑的男生，他的同伴在做什么事？同伴在做什么事？使用电脑。我真的忘记了。我们的正确答案是阅读，看书可以的。阅读，哎呀，他在那里。最后一题，请大家把握喽。正确的答案是11号。哇，你跳得好厉害。好，你知道没有看错的话，有一件事情非常不可思议，那就是咱们林湘好像全答对，是吗？没错。拍手。值得鼓励，值得鼓励。我很聪明，我早就说我很聪明，我早就跟大家说我很聪明了，我需要时间反应一下。就是几乎所有题目我都没有思考，都是我原本记在脑海里的东西。刚好因为我是读那个设计科的，我本身就是对图片图像比较在行，